中普度众生，满屏甘露消灾解难，阎王苍秋沐浴天土。齐军师说的对，都是朝中的驸马，不能什么事情都听孔蒙的。大王让我镇守王宫，谁能出入由我说了算。霍丞相，你有什么事情请说给我听。昨天可有女道士进宫为大王治病，此人乃妖道，老夫今日进宫就是为除妖而来的。是啊，否则晚了大王就没命了。丞相你多心了，刚才宫内来人说大王和王后的病已经好了。哎呀，五驸马，你可万万不可轻信呐，这是妖道士的法术而已，以欺骗宫中的人的耳目。其实大王和王后都已病入膏肓，再不驱妖，大王就性命难保啊。慢，霍丞相，我想问一下，如大王真有个三长两短，霍丞相以为这王位应该由谁呀？国无王子有兄弟，这王位只有由驸马来继位了。大王也是此意。可是现在朝中有两位驸马，他一文一武，又该由哪个继位合适呢？这可就难说了。要问朝中大多数人之意，好像倾向孔驸马。他虽为二驸马，但是大王让他处理国事啊，怕有此意。你没听，连一个小小的御林军不也说什么事儿都要禀报孔驸马吗？混账话！老夫虽为丞相，
乃一介武夫，爱的就是武艺高强的人。孔蒙一个白面书生继承王位，老夫心中不服啊。果要强盛，就得有个能武之君。你是当朝武状元，老夫定全力保你。嗯，谢丞相，我要能继承王位，定不会忘你。嗯，现在还是放老夫去捉妖为重啊。如救得大王，保驾之功将记在你身上，到那时候大王自会令你为王储啊。嗯，慢，霍丞相盖世英雄，常言道功大盖主，难道丞相你就没有称王之心吗？你瞧瞧，老夫都这把年纪，难道还能有此心？好，咱们一言为定。好，有劳霍丞相进宫除妖，我在此镇守，绝不让那妖道跑掉。那好，告辞了。嗯。哦，女师傅慢，我看你有这般医术，又有这么好的心肠，人也长得这么标致，气宇非凡，我想赐你一座道观，你总能接受吧？对，对，我在王城为你修一座官庙。贫道四海为家，无需道观。真是位仙道，果真无所求。哦，妙音、妙真，你们还不快替你父王和母后谢过这位仙道？快，快呀！嗯，哦，两位公主不必多礼。身为儿女，多加孝敬父母就是了。嗯。丞相到。啊，丞相。哦。好一个女道士，你居然还活着。大胆齐望，休得无礼。你跑到宫里来兴风作怪，妙善，老夫今天定要杀你。啊，妙善，你是妙善母后？母后，妙善的女儿，这不是在做梦吧？想不到今世还能见到你。妙善也没有想到能来到母亲身边尽女儿孝心。母后，请别这样讲，父王也是被逼无奈，女儿无半点怨恨之意，只愿父王母后今后多加保重才是。祖母在上，现妙善身份已明，请受孙女一拜。哦，快起来，快起来，孩子。妙
原谅我吧。祖母也是一心为了妙庄江山，只是祖母今后千万不要听信谗言，不辨真伪，以为妙庄国实则被奸人所用，借助太后之威谋取私欲，行不义之举，以达他们的狼子野心，这样反倒葬送了天下。太后，她是个妖女，这个原来是霍府的丫头，是他们两人放火烧了白雀寺，又跑进宫里来装神弄鬼，欺骗大王。太后、大王，此次绝不能让这个妖女逃脱，应立即斩首。齐王。你身为朝中之臣，却上欺君王，下陷无辜。我妙善刚刚降生之际，与世人无过，你们这等奸臣就诬梁为妖，唆使太后来杀害我。现在我进宫为父母医病，你们又跑来蛊惑人心，你们究竟安的什么心？必欲置妙善于死地吗？驸马。哦，罗御尉，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驸马交办的事已然完成，因放心不下宫中，便急速赶回。怎么，我武大雄镇守王宫，难道罗御尉你还不放心吗？不是不放心武大将军，下去，而是本将在途中看到兵马调动，担心霍宇趁大王之危有所图谋，因此赶紧回来了。嗯，哎呀，哼，你们都把霍宇看成是山中虎，他在我的眼里不过是笼中鸟。大王身患重病，驸马可不能掉以轻心啊。我倒想听一听，你们怎么看出霍宇有狼子野心？如果他有野心，不早早篡位，还等到这把年纪啊？霍宇虽早就大权在握，但他也知道满朝百官并不服他，不敢轻易动手。可如今他整日在府里习练法术，后花园设有法坛，究竟为的是什么？他身为朝中之臣，却什么事也不通过大王，而事事借太后之命行事，这又是为什么？他明知大王思念三公主，偏偏瞒着大王将三公主骗至白雀寺，又放火烧死三公主，逼封王后，让大王失明，这又是为什么？就凭这些？这些还不够吗？霍宇狼子野心昭然若揭。好了，你们和父王总是为三公主和丞相过意不去，你们总是不相信三公主是妖。霍宇除妙善是为国，霍宇习法术是为除妖，这不，昨日又有一位女道士入宫为父王看病，被丞相不知用何法看出是妖。现在霍丞相又进宫除妖去了。怎么能放霍宇此时入宫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罗御尉，你如不放心，去内宫看看吧。老太后，请不要听信妖女所言，臣已看出此女确是妖女。
霍丞相，时至今日，你还执意认为三公主是妖吗？你曾说她出生时有乌云魔影香果之外，你还有什么证据？老太后，臣有一宝镜，能使妖原形毕露。师父，什么宝镜啊？分明是个普通的镜子嘛。就是嘛。妙善，你有胆量过来一试吗？是怪物杀了他。母后，师父，火贼休得无礼！妙善，快走！妙善，快走！快！你们快叫人去帮忙！哎呀！哎呀！师父，快走！女妖已经现出原形，霍丞相正在捉妖，你们快去助战呐、啊！在宫中出了什么事啊？哎呀，那女道人那果真是个妖啊！我担心霍丞相抵挡不过那女妖，我前来搬兵啊。罗玉卫已经去了。嗨，罗玉卫跟那女妖是一伙的，正在与丞相厮打呢。驸马，你快快去助战吧。我在此把守，预防那妖道从宫中跑掉。对。对对对，驸马说的对，我去招呼霍府的人去与那女妖作斗。哎，走啊！哎，快呀！哎，快呀！快呀！哎，快！快呀！快！快点！来！不好，宫里出事了！哎呀！出事了！走走走，我们去看看。快快点！怎么回事啊？哎，妙善可能有难，我们赶快去救他。好，快点！咱们走吧。走。走走走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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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
保重，罗宾，快带他们三人离开王城。父王，母后，善儿，快走吧，快走吧。罗宾，从后门走。班阻挠，这招先死。霍宇，你这个大胆贼子，终于露出了原形。霍宇，你，太后在此，你休得胡闹！你这个昏庸的老太婆，时至今日，你还在迷雾里，你不过是我的护身衣钵，不过我已经用不着你了，你休想再发一指啊！放肆！你这小儿，原来真的是你要图谋造反，还不快快服罪，你给我跪下！对，告诉你们，今日就是你们妙庄王国的末日。给我拿下这叛贼！哎，来人，给我拿下！啊，母后，母后，母后，逆贼！母后，母后。母后，报应，报应啊！在哪儿呢？走！哎哎！
快！将军，快去救护大王、王后。好，你们快走。宫门守将是大驸马吴大雄，他会保护你们的。好，将军请放心。走，走，走。妙庄啊，妙庄，老夫想了你18年了。先是时机未到，天命不允；又是小小的妙善妨碍老夫。今日。杀掉妙善，或许老夫念你容我18年，留你一命。现在事已至此，只有把你当本王登基的祭品了。妙善远居深山，怎么能妨碍你？实话告诉你，妙善是九天莲池的慈航大师，乃是天界仙子，有他在，老夫即使夺了王位，能坐稳天下吗？霍宇，你好狠毒啊！你害得我们母女离散，害得妙善蒙受了18年不白之冤呐！18年，我要让他永世不得翻身。竟杀了你们，此罪。也要让妙善来承担，一举两得，省得我霍宇落个弑君谋反的罪名。霍宇，霍宇，造反谋叛已是死罪，有罗宾在，你休想得逞。就是大驸马武大雄。哼，算你妖道有眼力，一眼就认出了本驸马。我就是你们都知道的妙善，如论亲缘该称您大姐夫才对。哦，他们是来救我的，你立刻下令让他们住手，赶紧去救大王如何？哼，你好大的口气。且不论真假，妙善又该如何？宫中应该有一个公主，两个都多，我岂能容下第三个？武大雄，你身为王室驸马，见大王王后身处险境，不快去救驾，反倒在这里为虎作伥，阻挡我们，是何道理？大王那里自有罗宾，我的职责是镇守王宫。武大雄一人当道，我看谁能活着出去。霍宇已经造反，大王王后两公主危在旦夕，罗将军孤身一人，怎能保驾？霍宇如伤害了父王，我正好借此罪灭了他。武大雄，你为个人私利竟不顾王室死活，你会自食其果的。这等禽兽不要跟他多费口舌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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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人多势众，我们怕是冲不过去啊。我们脱身是小，死伤这些山民令人痛心。嗯，何不拿出宝物试一试？我好像听到佛祖告诫，轻易用它会前功尽弃，师父不知又要受多少劫难。佛家以慈悲为重，顾不得个人安危了。大胆妖女，你竟敢！阿弥陀佛。撑下你！你还活着？真相，快来救我！我被那妖道施法定住了。救你？是呀，大王他在哪里？大王，你怕是见不到了。嗨啊啊！大王死了。我不怪你。这样也好。我可以登王位了，到时候我可以跟丞相分享天下，我一定给你一半。分享天下？我或许是盖世英雄，与你分享天下？你，我要的是妙庄王朝垮掉，我要的是妙庄王室的人都死掉，我要的是霍家的天下。你一个妙庄王国的驸马，难道你还想活吗？霍宇，你这个背信弃义的金臣贼子，你死有余辜。你受命护卫王室，却见死不救，你不背誓？为争到王位，是二公主、三公主为仇人，你不弃？你身为驸马，却不效忠妙庄，一心要争夺王位，难道你不是奸臣贼子？哈哈哈哈哈哈！
为了王权，不是你死，就是我活。想必这位就是大王和王后。哦，这些都是山里人，他们是来救我的。多谢二位搭救，只可惜少了寡人的二位良将。此等贤良之才，我将祈请佛祖早日收其魂魄归天界。快别说了，霍宇已经造反，大王和王后还是跟我们到山里去躲躲吧。好吧，那我先到村里找一辆车来。走吧。走。这一切都是妙善的造化，哀家只是不知如何感激你们一家才好啊。哎呀，你们不要再说这些了，大王和王后，我们还是说一下眼前的事儿吧。现在霍宇正在宫中作乱，大王王后只好在这紫竹林暂住一时，一般人找不到这里。只是这关云洞内地铺草褥，粗茶淡饭，大王和王后短时内恐怕难以回王城，不知你们能不能受得了这种苦啊。我和善儿18年分离，今天一家人能够团聚，与善儿住在一起，何谈有苦。哀家能享天伦之乐，就是再苦也不觉苦啊。是啊，山中虽苦，但这里的百姓干净淳朴，这里山清水秀，绝无王宫那种混风浊气。想想王室争名夺利，腥风血雨尔虞我诈，寡人再也不想回宫去了。哦，大王王后，请你们带两位公主留下，我们先回去了。父王，妙善，你们可要多当心呐。爹对这里放心吧，只是霍宇下一步还会有所举动，告诉乡亲多加防范。尹哥关林，你们去王城探听动静，一有风吹草动速来告诉我。众臣时局如此，请大家直言。启禀驸马，宫中御林军及武大雄、罗宾之死，以臣之见，是霍宇所为，并非是什么妖道施法。
那大王、王后、公主被劫持，又该如何解释？或与阴谋篡权，早已昭然若揭。王公早就明令，不准任何人进入宫内。可为何霍宇能持刀入室？显然惨局是霍宇干的。武大雄引狼入室，死有余辜。臣也是这么认为。二驸马与武大雄本是王室驸马，本该齐心协力，共同制约霍宇。但臣见的是两位驸马勾心斗角，想的都是防范对方，而不是尽心竭力保王室安危，结果才造成霍宇有恃无恐。王公惨案定是霍宇所为。谁要你们说这些了？霍宇所为也好，女师傅所为也好，现在是大王王后不知去向，霍宇长期以来有恃无恐，我早就想除了他，可武大雄不与我齐心，我怎么办呢？武大雄一死，如王室断了一臂，霍宇军权在握，恐怕我们无法对付啊。当时大驸马就该把军权分给二驸马才对。那时我想稳住霍宇，以免打草惊蛇。另外，武大雄掌握了军权，岂不野心勃起，更会与我争王位了？我绝不会容忍的。这真是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啊。二位驸马想的不是妙庄王事业，而是自己之力。妙庄江山不亡，又能怎样啊？住嘴！今朝你们来，就是商量如何保住妙庄江山的。武大雄已死，我就是当然的王储，大王不知下落。你们众臣立即联名上书，行文广告天下，然后我自会诱霍宇入中，一道圣旨杀了他。霍宇的千军万马难道还敢抗旨造反吗？人生坎坷能几何，历经磨难方成佛，山流千古，风雄花季万事合，立身天和地不死是欲得。参透世态炎凉，阅尽人间春色，莫道人情世上还是好人多。人生坎坷能几何，成佛，佛扬山六千古，风雄花季万事合，立身天和地不死是欲得。参透世态炎凉，阅尽春色，莫道人
上还是好人多。成佛，佛扬山六千步，逢凶化吉万事和，立身天和地不死是一德。参透世态炎凉，阅尽春色，莫道人情薄如纸，世上还是好人多。